那你有没有感受到？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被关起来了，过来看我看望你。所以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种杀嫂伤兄的事情，你不需要，也不屑这么做。再说了，你也没被抓起来，只是禁足在此，就说明你已经想到了应对的办法。你已经知道了？不止我知道了。整个雍京城都知道了，传言也是五花八门的，一出王室之争、兄弟戏强的戏码，都变成茶余饭后的最佳谈资了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他们这次竟然如此狠烂，伤了大哥的腿，还误了七成娘的性命。我自诩聪明，却还是不能做到算无一策。我不喜权力之分便是如此，人总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干扰亲情的凝合。不过你这个人表面上冷漠狠辣，实则对亲近之人又是另外一副面孔，总的来说不错。你怎么知道我对在乎之人是另一个面孔？因为我感受过的。好了，话说回来，我知道你是考虑你大哥，但是这个办法不好，你应该去找他，表明心意，化解矛盾，跟他一起对付敌人。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喜欢把心意藏在心里，不愿意说出来。你要是不说出来，这别人怎么知道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感受到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你先忙。